哦，高雄那个一样发大财，然后翻白眼那个，我真的是在柜台翻白眼。那时候开始，我口气就开始很不好了。然后重点是后面还有客人在等。啊，等到那个客人走了之后，啊，后面那个客人就说：“哇，弟弟，你还能跟他撸这么久，你好厉害哦！”我说：“没办法，他好几次，真的很烦啊。”话说之前往那边漆没有蓝色的提袋，什么东西？话说之前往那边漆没有蓝色，立功啊？蓝色提袋？刚玉王马上这个哦，你们那边是不是有那个啊演习？因为我刚刚看别人的台，他们收到演习的电话，警报、简讯，我讲啥？简讯啊！晚安演习啊！按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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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错！来来，我们擦一擦。哦，住哦，对不起，我看成网，太小了，字太小了啦。话说。之前住，你看你就知道我现在眼睛多夸张了。我现在眼睛其实会有点，就是你盯着那个什么会动的图，说什么盯个30秒去看墙壁，然后墙壁会动。我现在有稍微这一种，就是我的字会开始有点黏在一起或是分开了。之前在早期那没有播微波提袋哦，微波提袋哦。哦，这个意思哦，还怕有别的客人，这样不要给他们添麻烦哦。哦，毕业预演哦，好吧。之前在学校，哎，有啊，很多都这样啊，说什么发票不帮我分开打是不是？我就买100个1块钱袋子。啊，以前真的都常发生这种事情。然后后来就是，总公司都规定说不能这样子，政府也是规定也不能这样子，就硬要有人这样子。他说什么不换他钱啊，他就是都拿一百块，然后只买1块的袋子，然后下次又拿100块又买一样那1块的袋子，然后买完之后又拿很多1块钱的零钱跟我换10块钱这样子，很机车欸。好啦，执行。哦，这样 M 就用不到了欸，不然每次按 M 打开，忘记锁门又被阿公抢。阿姨，你总是时间有空，你不是应该再晚一点点才有？才会出现吗？啊，我们去看动物吧。老哥啊，哇，你吓到我买了啊！兽医啊，还这个兽是，医啊，老哥给你买 OK 泵啊，好啊，1个800，你是养乐多怎吗？么又变800了？对啊，养乐多啦，好啦，我算你700啦。他之前不是1个100。没有啦，昨天问过店长，院长啊，不好意思，刚刚在聊的东西。那个700哦，五对百啊。啦，我不会跟别人讲五啦。百的话，你要加入玛丽安教啦，这是院长说的啦。那600嘞？好啦，700啦，好不好？好啦，几百啦，不要跟好你啦，为你难要几啦。个？你要几个？OK 泵。一组啊，一组，我要买一组。我现在很怕进医院呐、啊，所以随时都要 OK 绷啊。哦，好啦，小心啦！啊，早上还 OK 啊，你看得到我啦。晚上你要小心一点啊。没有啦，我现在转弯都要放慢的啦，让我受不了啦。
好，好像蛋装回来了。我看不太像你这车子是不是都有在微波东西啊，还是在加热啊？没有啦，我在蒸包子啊。哦，啊，包子怎么卖啊？这个没在卖的啦，这个包哦，子不能吃啦，那个不能哦，吃的啦。好的，好的，好的，你自己小心啊，热成这样子。这个是蒸快乐的啊，这个不能吃啊。还是其实你在蒸蛋蛋啊？哎，不要乱讲话，哎、欸，我现喜欢在这吃蒸个蛋蛋蛋两啊！个字很敏感啊，你不要乱讲话啊，医生。我喜欢吃茶碗蒸啊！哎，医生啊，你不要乱讲蛋蛋这个字啊，现好在很好多人好，对这个字很敏感啊。好好，我们不要说，我们不修要车说。铺，这里，这台。医生，你小心啊！如果你一直讲那两个字，搞不好有人对蛋蛋还有很敏感的人把你抓去绑掉啊，把你割掉。好好，行，你要小心啊！没关系啦，我最近想出去采点野生动物的蛋蛋回来啦。我不是说踩别人的啊，我是说你会被绑架，绑在身上去切蛋蛋啊，切你的。不是切掉之后我可以装动物的蛋蛋啊。啊，这个你这么你想你这么看得开吗？人嘛，总要尝试一下啊。哇，老哥啊，还是你先捐掉你的啊，搞不好有人会高价收购啊，一颗5万块之类的啊。等我先切到其他蛋蛋再说哈。蛋蛋好才五啦，万你要不要块考虑？哦。哎，5万块很高价呢。老哥，还是你要捐你的。我认识什的么朋东友有西？人没有蛋蛋呢，他少一颗啦，你要不要卖？不用啦，我蛋蛋2颗就刚刚好了，不能多，不能少。没关系啦，我问过院长，他说少一颗功能还正常啦。行啦，对啊，我虽少一然颗用还不是可到，以可用是哎。2颗比较舒服。哦，我怎么看到有一台好计程啦。车是车门都不见的啦？哪里啊？啊，那个八成走是过蓝去胶了。仪啊，他最喜欢开窗窗了。哪里？我没看到啊。过去了，过去了，过还去。是，走过去啦。他从那边走哦，过去了。那我开边。过去了。我没看到啦，我刚好没看到。啊，一下而已啦，走了啦。养乐还是多，我你跟干你嘛穿的讲，跟我一样？你的妆跟我一样吧？全鬼岛就我这么黑。白痴哦，我从进来就这么黑了。白冲，我连肤色都黑的白冲，你现在是要比谁黑是不是？哎、欸。哎、欸，你推我一下，你推我一下，安全帽拿不下来。来啊，哇，你黑到发不知亮道比哎！黑啊，不知道黑，哎 等一你以下，等为一你下，比我我好黑像弄吗？到一个什么怪怪的东西了。这个什么哎、欸，东你西不啊？要什么是乱公逗主人呐、啊，抱啊？不要哦，乱逗人呐、啊，公主抱这就是很敏新感的功啊！能啊。我不知道啊，那什么东西怎么突然会有这东西？这你靠近一个个，人，按住那个东西就可以把它抱起来了。来，你靠近医哎生，呦，你好靠可近医生，怕哦！哎，你去靠近医生。哎、啊，你要靠近几秒啊？那医个人生，可你以怎么选有择点跑掉重？啊。可以啦，可以，我很轻啊。哦，这可以干嘛啊？这就是那公就主把你抱抱啊！走哎啊。哇，抱你我就不能爬高高喽。哎，要放下来再按一次公主抱啊！这个对我们医护蛮有用的啦，因为有些病患动不了，我们就这样抱起来啦。啊，你怎么下不来？啊，要5秒钟，要5秒钟。你也可以这样子偷抱女生，把她抱走啦。你可以哇，跟抱了我他，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哎、欸。对啊，不能做啊。很危险呢。那你这样知道谁全鬼岛最黑了吧？当然是我啊！看来，我你的安全衣服帽的脱颜色下都比你来。黑了。你看，哎、欸，你也是黑人看，呢、欸。我就跟哎、欸，你同说了乡的呢，吼，好啦，我只承是认我你有够头发黑而啦。已。哎、欸，你别嘴哦，这城镇的光头越来越少喽。对啊，我怕下一个消失的就是你。
哎，医生呐、啊，你看他这人怎么讲话的啦？听说局长那光头也不见了。他变小天使了啦！对啊，我上次看到他在医院躺得好爽哦。嗯，局长好不是像小春夫哥有出吗？国去执法的样子啊！真的假的？连春哥都不见了，我的天他去呐！出国啦，执法啦，他没头发啦。我现在认识的好像只剩韩市长跟你嘞。我跟他不可能啊，我们是光头中的光头啊，不我会就随不便知消失道啊，啊。我不知道，我这我角色不怕知你们道两死掉个的事明情。天是不是谁就不见了？哎，医生啊，这个脸帮我记住啊，乱讲话啊。他什么？他怎么好称呼啦，啊？他叫黑阿福啊。哎，你还记得我？哦，我这哎，几天都不记得在呢。啦，当然记得啦，你这么黑，谁会忘记你呢？没有道理的哦。神龟岛就我跟你最黑哦。也是诶，但这里都是白种黄种人，对啊，你不能你看在我旁边们这的个区这么域喊白，black 哦，医生你要记得哦，在黑人区喊黑你会完蛋哦。哦，你晚鬼上岛就是进我医们院两要个黑小人心了。哦。哎，你医会不生会你消跳一失下，啊？这你跳一你会不会下，消你怪怪失？的。好了。哎，下一个消失的黑龙会不会是你啊？不会啦，你看黑人还没消失过啊，黑人都好好的。哎，好像有道理呢。那跟头发没有关系啊，消失的都是白人呢。真的耶，要么光头，要么白人。哎，医生啊，你小心啊，下一个可能是你啊，会变不见等，啊。小心一点。不会啦，不会啦，我没有光头，我家族没有光头啊，史。这个医生叫什么啊？我叫小心肝，小心，小心你肝，男的叫小心肝，天上的星星你这是啊，然是女后的在肝叫的是分离呢。的肝啊，哦，啊，我是男生，我应该离你远一点了，我有点怕。没关系，你你叫我阿有没有那星或小个星男就生好的了叫啦，法啊？你有没有男生的叫法？不要这个名字啦。就阿星或小星啊。好啦，我叫你阿星好了啦。好，就这样了。那这个是谁呀、啊？这个是，Hello，怎么哎呀，看不出嘘来嘘，呢？我要出来干嘛？喂，你哎，是是小现任夫局长是啊？不是？啊，局他长八大千人五吗？呐、啊。怎样啊？原来是八千我五啊！们，哎，民众我关心靠！您呐、啊，执勤辛苦啊。啊，还帮我刹车，怎么现在医护队的也可以刹车啊？没有当然啦、啊，啊，抹布帮你擦一这下抹布啦。而已啊。我擦医院玻璃你还擦越久擦越了啊，脏看到啊！玻璃会想要擦一下。肯定有强迫症，局对不长大人对？对啊，啊，这台我是有什洁么癖。啊？玛莎拉蒂啊！哇，前局长的玛莎拉蒂被你接走了。怎么可能？我们那时候一人一台，好不好？我们自己用钱买的，用自己的费用买的。哇，好有钱哦，阿福，你哇，看，现钱的，在对当啊。了8500，什么都买得起了。不是啊，我得改天签一台比较厉害的啊，这台小 case 大啊。牛啊，真的签一假台大牛的？吧，我上不要了签八那千台五啊。就要换新车了。当哇，然现任啊，局长就是牛逼。你没听过换了屁股就换了脑袋吗？厉真的害。假的？没事啊，没事啊。我那时候啊，看你那才台一卡线车是谁三，的啦？现我在的变局啦，长大我人刚刚了我跟你讲，一直是两线一，你那边一线三，哎。哎，现在局长我跟你了哎，讲，我看一下局长变不什是么。一线三，一线三是它只有两，没有那个，哎，我想一下哦，欸，你现在是穿两交通条警线察，呢，没有背章，没有背章的那个他才们是一现在线在三聊呐、啊。天，所以我不好意思插话就进比如去。那说你胖这个哥叫哥什么？啊，局长大了，你这个叫什么？不用了，就是局长了，不要再说了。哎呦，起哇，雾了！你你们那么早起床干嘛？做坏事哦？哎，没有啊，你你看我看，就在那贪边污染坐我车啊，们，接我市们民一的个拖事。车，一个计程车接客说我们做坏事，警官呐、啊，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诬是赖我啊，们？我没有说你做坏事，我是说做坏事哦，我是问句，你可以说不是啊。
这里就在场就我们三个，你看，哇，医生啊，你看这个警官啊，这个案例很胖啊。到底这个城市人是怎么了啊？连问句跟肯定句都分不懂，要不要去读书啊？我受不了哎、欸。哇，医生啊，你看这个人啊，他好生气哦。当了8500，换个位置，换个脑袋。你看，换个位置，换个脑袋。不是啊，他换个位置，态度都变拽了呢。对啊，梦中那个目中无人就是讲他、啊。对啊，以前他就顶多笑笑的，现在直接呛我们呢。所以他以前不是局长、哦。对啊，现在局长的、啊。对啊，他以前就只是一个菜鸡吧。他以前一线三啊，看到了还要跟你讲你好的啊，现在问你是不是想犯罪，你看夸张。哇，他骑过来，他开车过来就直接问大家在干什么事，今天过得好不好？现在过来直接问你是不是要做事，你是不是要做坏事了？哇，你看，哇，钱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啊。没有啦，是位置啊，位置改变了啦，他换了态度就变了。警局最大的就是他，你看现在目中无人啊，问看到人就先问你是要犯罪。对啊，现在他看谁不看，哇哇哇，哇开过去了，哇哇哇哇哇，哦哦，哇塞，哇是警察就闯红灯还超速，而且没有鸣笛，代表没有在执勤。哇，他是不是听到我们说话？他马上鸣笛，都听到了。这个是喇叭，这个是喇叭。哎哎哎哎。这个是、啊、没有啦，刚刚有听到啊，你的车，你车，哎，你撞我车，我看到了哦。好了，帮你修了。小龟啊，你怎么一直撞我车啊？车停好啊。我停在这个黄线内，我停在格子内。没损伤，没损伤，我专业的眼力没损伤。没用，还想当毒枭，真烂！我不当很多年了哦。妈，啊这个是谁？雪人哦。Hello。哦，你声音，你的喉咙好小声哦，听不太到。他刚刚淋雨感冒啊。哦，没啦，我脑中的世界外面超级吵。可能我吸枪了吧？是不是有报应？对，我们是用内建讲话的。了哦。啊，你有找到母乌龟吗？还没啊，母龟没那么好找。啊，好吧。可能等那个脱衣舞娘俱乐部开的时候，我可能去皮胖姐，我可能去那个见那个去找一下有没有母龟。好哇、哦。哎、欸，养乐多了，养乐多嘞。他刚刚骑出去啦、啊。有没有他手机啊？我有。要叫他回来吗？我不用，你给他我号码，你给我他的号码，我跟他讲，想说下次要的时候找我。他的是12202，122栋梁。
噔噔。我回去拿绷带哈。哎、欸，崩一次要多少钱呐、啊？如果再崩绷带的话，有人知道吗？如果请医生帮忙崩的话，没有那种特殊活动，干我难摘 至少我确定不是免费的啊！你看绷带都卖的了。哦，早上真的好热哦，我真的不确定我40度的早班可以持续多久哎。想说帮他崩的，好吧，不见了。哦，避难喽！去避难喽！不知道还需要多久，所以我们要干嘛？我们要干嘛？在柜台内挂掉好了。哎咻！游戏。海啸来喽！啊，不然继续完成昨天那一张好了。等一下哦，画图，画图，画，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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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张吗？哦，不是，闺蜜，我们等维修好吧？看一下我的，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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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不在医护频道。新的未读讯息，聊天室公告，纠正公主抱移除到 P 键，警局上下班率前往后移，真有新职业嘞。
哦，都是新的东西哎，晚点再上去看看啊。跟阴茎开线不会啦，我不会跟任何人开线，不用怕，不用怕，我开线的话，我现实就要重置了。我敢开谁的线，我就要被重置了，懂吗？没画画，没音乐，这好奇怪哦。我的音乐，的音乐，一开始养布布到现在花费会高吗？会，超级超级高。花在布布上面的钱比我氪金还要重。你光是健康检查基本的，因为动物没有健保啦，基本就快1000块吧。啊，只是那时候太晚去检查，他身上发现说很多那种一些对兔子来说会死掉的虫子，我忘记叫什么了，因为已经去年的事情了。就是一些寄生虫啊，那些寄生虫会让肚子狂拉肚子，啊，兔子拉肚子就会死掉。所以那时候布布在治疗整整快2个月，所以我那时候已经喷了快5000块，然后结扎算一算也快8、9千，然后买笼子啊、买饲料啊那些钱都不能省啊，因为兔子一定。他们的脚不能踩在那种栏杆上，他们一定要有东西垫着，因为他们没有肉球。所以你前自，你从小兔子到大概半年吧，半年大概就已经变成成年兔了。然后这个样子前前后后半年的钱就至少15000跑不掉啊。不是说用钱花得多就对他，就表示叫你爱他，但是你要花在他需要的地方啊。如果他不需要吃这个甘草，你拼命买这甘草给他吃，他也不喜欢啊。没有想弃养啊，你养一个动物就是要对他负责啊。我当时养布布也是犹豫很久，因为我以前就养过一次啊。我以前养的兔子叫啾啾，当时它一离开我，我伤心了2个多月吧，对啊，2个多月。然后当时其实我没有做很多功课啦，因为那时候是我姐说去夜市随便玩带回来的。然后就直接送给我，啊，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没有抱着一开始就要养的心态去接受到这个小生命，然后当时就是看网络上说什么都吃草啊，然后都就是要吃草嘛，然后便盆清理啊，有的没的，基本做一做，然后养了3年他就走了，3年算久了啦，啊，只是现在养布布之后。是真的有去做功课，然后才发现我以前养的方法都是错误的，所以我觉得我就害死以前那只兔子，觉得很难过啊。不是啊，你看哦，你爸妈
把你生下来，你的花费一定比照顾宠物还要贵。那他们没有把你弃养，你要想想这个问题。这个是一个责任心，你不能说今天你觉得小鸡啊、小猫、小狗很可爱，就跟爸妈吵着说想要养，然后你也答应你爸妈说会照顾他，结果照顾到最后变得又是爸妈照顾，这样子就是你没有负到责任，因为当时说要养的是你，又最后要弃养不顾的也是你，这样子。哦，很早以前我们家有养一只贵宾狗，我真的很喜欢它。它最黏的就是我，啊，每次睡觉我都偷偷把它抱在那个被窝里面，然后每次都被发现都被打，我被打了，不是狗被打。啊，后来不弃养是弃养没有弃养啊，就是送给别人养，因为他当时那只狗也是从别人那边接回来养的，可是就是我那阵子狂流鼻血。因为我好像对狗毛不是狗毛过敏，就是对一些毛屑，我吸到的话就会是狂流鼻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啊，我刚刚有看到公告啊，有开新的夜店的职业啊，有的没的。然后就是他们说这是可以兼职的啦，不用好像不用离职。那个算兼职的，也可以兼职啊，不一定要做全职。那后来就是没弃养，是因为不然那时候请给别人养，是因为就是我的那个鼻子的问题。我那时候也是，我是哭了三天，做梦都梦到他回来了。然后这件事情是我长大后又问了一次我家人，说为什么小时候要把他弃养？他们说没有弃养，是丢给别人照顾。然后说是我小时候就是鼻子一直流鼻血啊，找不到治疗方法，就先把他就是送给别人养，不然他说什么我爸也很爱那只狗啊什么的，因为贵宾狗他本身就会一个技能就是拜拜，他要东西就是拿那个什么手去摸不到会上下摆动，就是那边拜拜超可爱，所以我爸其实很爱那一只。啊，店长开台啊，看一下。哒啦哒啦哒啦，哎呦喂！妈的，跟我说上早班，结果我上班他还没上班。哎，更新完了，零存。好啦，我们上线咯。等一下边上线边看一下公傻游戏。好，我们看一下哦。更新公主报。拜金喵喵夜店这边我就不看了啦。 P 哦，登夜店内 NPC 各商店新增装饰，各商店新增装饰 NPC。 好，
更新很多跟我不相干的、啊，就只有公主抱改到 P 这个是我要注意的，其他就没有了。滴滴，有，哦，这可以贴出来是不是？我以为这个不能讲诶。好哦，感谢你，我以为这不能贴啊，能贴我就贴了，呵呵，干死呀！哇！下班了，你上班了。等一下哦，根本就没有啊，院长，你根本就没在上班呐、啊，你骗我早班呢？啊，肯定有上班呐、啊，我没有看到而已，可能他比我更早上班，更意思。哇，他现在改字不改图示哦，开背包，然后嘞，所以现在是，气不到银行的钱吗？啊，什么？又不是暴雷讯息，要去刷步子，要开背包，要开背包才能看到钱。吧，钱在这里呀、啊，这不是上次改那个更新的吗？只是说他说什么？商店 NPC，看一下、有卖什么新的吗？没有啊，都一样啊。那我是不是要把这个酒扔掉啊？其实这个酒是那个谁小资给我的啊。如果带这个伏特加进去的话，会加收那个什么开酒的费用。开瓶费，可能普通 NPC 有，哦，普通 NPC 有商店客人哦，诶，这个互动不错哦。如果真的是这个啦，哦，开启流量，好的。也对，说看不到银行的钱，哦。好好好，感谢你哦。看下酒店在哪里哦？不是这个吧？哦，这是《鬼岛日报》。哎，喵喵，拜金喵喵在这里。我们去拜金喵喵看一下。我就说我是来这边观察动物的，听说这边有猫猫，诶，新的车点吗？还是原本就有？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敢打给你，到远。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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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绿灯，先生，赶着去啊！这边不就是？该不是啊？啊，就是我的夜总会啊！我 GTA Online 的夜总会我们夜总会在这里耶！哎呀，就自己家，这个家，这个家，哇，这个狐狸的头，这啥？啊，反正这边我熟的啦，走这，谁啊？谁？我，哦，啊，行哦。看到这边有动物的图案，就来看看有什么动物。新夜店呢？好黑哦，这太黑了
吧。还有谁啊？好奇，好奇宝宝，应该下班才来的吧？好了，我先做好了。就说这边没有发现猫咪，骗人，没有猫啊，骗人啊！我要走了，这边不是好地方，我走。耶、欸。我怎么从来没有注意到有这个啊？《鬼岛日报》开多久了？2个小时吧。早安哦，早安哦。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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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没看过，没进来过，回医院吧。怎么在跑？有人是不是在乱打架啊？哎、欸，警察车哎、欸，看一下看一下。19，啊，哎，前面而已哦。警察不是，哎、欸，白痴哦、喔，总是你。兄弟，怎么了？安全带呢？忘了。哦，你是钢铁人哦。你，这是什么东西？哎，你怎么又躺啦？
我刚不知道什么。那为你什跟么我飞上去一趟去？医院吧，那车子你先停在旁边，你先上救护车吧，我帮你把车子移到旁边去啊。安全带系上哈。那你现在觉得头晕吗？没有了，那个。脚有点痛，脚吗？好的，好的。啊，慢慢走哈，不要跑，不要跑。那我们柜台先挂号哦。啊，请问贵姓啊？钢铁人啊！哦哦，真的是钢铁人啊！好，我们后面请。啊，你先后面等我一下，又有案子啦，不好意思啊。什么生意兴隆？我才在想要怎么诊断他哎。早班缺人，院长。什么？海啸完之后，生意兴隆发大财啊！这里又是哪里呀、啊？哇，警察！警官，警官，还有意思吗？好，稍等一下哦。您这车是怎么回事啊？忘记绑安全带了。啊，刚刚爷哥忘了绑安全带啊，他在医院在等你啊。怎么我的车在弹跳啊？啊，你车先锁好，你跟我回医院一趟。啊，他打我呀，警察！这女的打我！市民不要乱打人呐、啊！啊啊啊！是你不要乱打人啊！我要把你抓回去啊！我头好晕，我头好晕，这里是谁？我是哪里？那我们回医院一趟吧。可以，没事没事。我还好，刚刚我双手都抱着头啊，头应该是没好，什么事啊。行，那包扎个就好了。刚刚你前一个病患也是忘了系安全带，又飞了出去啊！我不能随便拿枪这个我刚啦！买新车啊，性能哦，在测试。
太开心了。没想到一下子就喷出去了。啊，没有啊，他加速真的很快啊，他一下子就喷出去了。啊，安全带还是要系啊。啊，还好。没办法，我们很常要下车啊，上下车啊，就有些时候就忘记了。哦，对啦对啦，像我常常下车忘了锁门，就被阿公偷走了啊。阿公？又是阿公？阿公常常偷我车，我只是去救个人。下个车啊，结果回头车就不见啦、啊。欸，现在有快速锁车啊，记得用啊。有有有，昨天才学到，不然一直用旧方法按到有点累。而且那个还会旋转。对对对对对，有时候锁个车头也晕了。对啊。好，那就不帮你挂号了，因为你是阿福警官嘛。啊，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用挂号？我等等你啊，等一下再一次帮你多收挂号费就好啦。哦，好啊，好啊。那你慢慢走，先去处理后面的。人呢？我看你怎么躺在床下，可以再躺一次吗？哦，好。啊，你说你的脚受伤而已哈，那我就包扎一下就好了。哦，好好好。好的，好的。为什么是用敲的？没有啊，这样比较牢啊，怕你这种开快车的药会掉下来啊。等一下，什么东西掉下来？什么？要啦要啦，不是蛋蛋，不用怕不用怕。最近蛋蛋很敏感，我知道。医院最近名声很臭啊，大家进来都被割蛋蛋。不会啦，我是清白的。啊，你是清白的人。可是为什么脚受伤？你敲什么东西？没有啊，帮你把药打进去啊。因为刚看你那样子摔，而且你又救起来又摔了一次，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打深入一点啊。好，那这样子，这样子，等一下哦，四肢擦伤，这样1000块而已。哎，你说多少？这样1000而已，小伤而已，1000。好好，那你如果还觉得晕的话，休息一下。走不太动哎。那你不要动哦。你还是自己动好了。对不起，我抱不起你了。啊？什么？我本来想抱你的，可是开笑之后抱抱就不能用了。可以吧？我觉得可以啊。来来来来。真的等我一下，又有人，那你等一下慢慢走出门啊。警官，你再躺一下，又有人好像忘了系安全带啊，等我啊。好的，好的，好的，慢慢等。好好好，那你等我一下啊。哦，是那颗键的，我按 P 啦，白痴哦。啊！警一。你们是在连号哦，等下是4号啊。等一下，我真的太忙了啦，才刚报完一个哎、欸。院长，早班是不是该加薪啊，院长？服务业一个当五个用啊！哇！是谁在那边寄凤梨酥给我的啦？气死！在哪里？这里啊！不是刚刚那个吧？黑阿福。兄弟，你是不是也忘记系安全带啊，兄弟？
有一点。你知道刚刚接的两个都没系安全带吗？我低头滑个手机，我就突然飞出来了。那请跟我回医院一趟哦。啊，记得系安全带哦，后面有安全带系哦。这里也可以系安全带的吧？对对对对对，昨天有人后座忘了系安全带飞出去。这个，哎，哎，你在笑啊？就你啊？我有戏啊，他还是把我送下来了。啊，那你要不要坐前座啊？你骗人，你刚没戏呀、啊。刚刚是外星人搞的鬼。你刚刚没戏呀、啊，你骗我啊？有啦，我这边看是绿色的。那、啊、等一下啊，现在医院刚刚救了一个出去，准备。下一个你就打来啦。那我觉得等一下又会一个了。今天好忙啊，早班才一个人啊。